我也没子弹了，我还有一发。别开枪了，他没有子弹了。孙会长说了，让我们抓活的。 山上吗？跑得掉吗？哎，不能死在这儿。岳莹，岳莹，咱们要想办法冲出去，不能在这儿等着被活捉吧。走，上山。 我给你们拿了衣服，把衣服穿上。走，大力，哎，掩护。你自己小心点。好，放心吧，这交给我了。大力，爸，胡安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怎么为你们报仇。 交代，带着一个死尸回去也比空手强。兄弟们，不用管死活，给我打！
我真的死了！你准备好了没有？都准备好了。3、2、1。 太君，报告，游击队飘来袭击，怎么现在才来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迟了，来迟了。快去把手！好好好，是是。姐，这里有好多牛肉罐头，还有好几百杆快枪，好几十箱弹药呢。这下我们发财了！太好了，这要是蒜头兄弟看到，一定乐坏了。嗯，走，把东西藏起来吧。好嘞，哎，不用不用。啊，上车吧。啊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站住！来来，走，来来来，给我。